春节这样的战备当然也包括了空军的弟兄，一起在台东的志航基地就举办了联合操演，要将空军最强的一面展现在国人的面前。发射降落伞 F5 顺利降落，但在这降落任务完成前，可要做不少准备。持灭火器在旁警戒，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，加油区域50尺内严禁任何的烟火。降落后，飞行员得先检查机身状况，确定没问题，才可以进行加油。出动任务前的飞弹挂制，更是每个步骤都不能少。一颗颗飞弹可经不起任何闪失，装备都就定位后，还要环视机身，才轮到飞行员上场。迅速着装上机 ，F5、F16 在空中大放异彩。为了这次春巡，空中第四、第六、第七联队一同操演。屏东的 P3C 反潜机也来斗阵，代表国军守卫台海决心不分地区。环宇新闻廖文普、黄运成，台东县报道。